科幻小说只会加重这种焦虑，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是说，在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它是要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行为去征服世界，甚至把人类都灭绝掉，这就是科幻小说提供的前提。但实际上呢，现在的人工智能如果仅仅是按照现在基于大数据模型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它达不到平等，永远达不到那么高的程度。但这不等于说人工智能就没有威胁了，它现在最大的威胁很简单，就在抢走我们的饭碗，抢我们的工作，这个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这个威胁说句实在话，在科幻小说中从来没有被注意到，很少有科幻小说去描写说是机器人造成这个人类失业的这种前景，也有，但是不占主流，至少在人工智能的科幻作品中，他们都是去想象那个人工智能征服世界灭绝人类这么一个前景。所以说我觉得科幻小说还是应该有这样很多的一些作品去描写那个比较近的未来，人工智能可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那种深刻的变化。